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歪点的实验室，我是歪叔。今天我们来做个有趣的实验，看蟑螂能不能分辨出甜味。一定要看到最后哦，这个结局你一定想不到。这是一瓶白糖，这是一包糖精，糖精的甜度是白糖的500倍。接下来我们把白糖和糖精都溶解到水中，大家猜猜看，蟑螂会吃糖水还是糖精水呢？好了，糖水和糖精水制作完成，我先来尝一下吧。左边是糖水，味道不错，非常甜。右边是糖精水，更甜，不过总感觉有点怪怪的，甜中带了一丝微苦，没有糖水那种黏嘴的感觉。刚刚去漱了一下口，但感觉嘴里还是非常甜，看来糖精的甜度确实厉害。接下来把糖水和糖精水都放入盒子里，有蟑螂发现了左边的糖水，它会上去吃吗？哎，怎么走了？是不够甜吗？现在又有一只蟑螂发现了右边的糖精水，好像也没什么兴趣，是不是甜得太齁了？要不加点正餐进去吧。什么情况？正餐都不吃了？现在是第二天早上，好像还是没有蟑螂去吃浸泡了糖水和糖精水的食物，看来蟑螂是真的不喜欢吃甜食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俩蟑螂怎么牺牲了？为了纪念这两只蟑螂，我决定把它们制作成冰糖标本。一个星期以后，两个星期以后，虽然冰糖标本不是很成功，不过我已经想好了改进的方法，是不是很期待呢？点个赞鼓励一下吧，后续实验正在进行中。